哇，今天朋友带我来龙记这边吃烧肉饭、叉烧饭。到龙记了，朋友还没有到，在等他。好歹不等多了，不用等。龙记叉烧烧肉烧鸭。哇，环境不错，很有面。烧鸭、烧肉、叉烧。你不在晚上？我晚上面，我晚上吃饭的是晚上面。很香。哎，我再烧鸭一点，我烧鸭。有鸭胸啊。哎，你的公鸭怎么样？我来你会看哦。不公不母了。比较好吃点啊。鸭的肉比较结实的。抓动它了。我们的餐牌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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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面来了，面来了，饭叫烧肉跟烧鸭，还有叉烧。我要烧肉。哪里？下面。好了，面。嗯，哇，真好吃！传统味道，就是那个干捞面的。叉烧的啊，你吃叉烧看。啊、我可以试一下叉烧。吃叉烧的人吃看。嗯，好吃，是。我不一样吗、哦？那干捞面的那香气，很坚持做，又很 Q， 又敢做锅，做锅分量，要买多点，快可以过日子就好了。就老人家都可以吃，嗯，很容易咬。我个人觉得，我冰城我最喜欢的。冰城最喜欢，来，鸭香肉。我可以加面，这个面真好吃。呀，啊对。来，打打。我这面很喜欢。过油，它应该倒油，你试它油放，哇，下去有吗？啊，有啊。我喜欢比较油的，他用五香粉面这样冻，味道。而且它的油下口油啊，一按不了油。嗯。哦，好吃，质量不求多，人家觉得它比较高价，你看我们来这样爽爽，他这样做也卖完，卖做多了啊，反而量差了。品质啊，品质差了。你知道他怎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他是高价。我跟你讲啊，他的肉买回来，有那个流的吗？不美的吗？卸掉全部啊。那个咸的还照称的啊。叉烧也不错。嗯。好用。叉烧很特别的叉烧。喂，你不吃叉烧，我叫你一定要吃。老人家都可以吃这叉烧，真的。啊没什么用力、啊。其他有的地方硬硬的。哦，是。他以前什么都不懂的啊，对啊，真是啊，一直改一直改。哦。一直问咯。他完全不是做这行的，是卖水饺的。卖水饺。哦。
买手表。各种人有策划的，有脑啦，做生意不是随便做，有的人拿了是背回来做就做了。人的规划要怎样去走嘛？因为做生意，蜜啊，知道，真好吃面，真好吃面。嗯，这烧肉五脏粉味道不重，不过好吃。它烧了那个油啊，化掉了。看到普通普通，一吃下去，哇！老人家都可以吃这个的，星星，就撕开了。比较压鸡胸，比较胸。嗯，好吃啊面。OK 啊，好吃。很多下来吗？哦，你送货进来啊？等一下还要送货，忘不管啊，明天送啊，忘记拿来。哦，在隔壁。啊，忘记拿来。嗯，本来明天要带你去巴萨早饭吃的，一个每个星期都我跟那个。新马达亚油皮是啊，他们喜欢那个什么硬硬的，不知道越油我就越喜欢，但是它油哦，它皮还脆脆哦，你不吃啊？他不吃呀？他什么不吃的？有啊，这个我也不吃，我没吃过，但是我今天吃了，我真的是很好吃的，他也不吃嘛，他吃了两个，三个。你平时那种是干干的。哎，我的水没有来，哎，我的凉茶没有来。面表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嗯。不好吃不用讲了，刚才吃两碗就知道了。OK。要油比较好。啊，要油比较没有，今天的最近的肉。哇，今天你的，啊，那个鸭肉。哇，它油跟它皮，古早味。哎，很最近这肉又很少啊。肯定跑来这边没有，本地猪少没有，全部 exercise 猪。全部跑来这边了。他们有拿来那些 import 的，那个 fish 啊，那躲龙啊，那猪。这个以前做日本。哦。要找好吃的肉，可能很难。他吃东西比较挑剔，他很不要抬猪啊，吃两碗卖抬猪啊，万一不要养猪了，现在哎呀。多少年了这边？做了。哎。三代。没有啊。三年。三年没有。哦。还有些人说他不是不会吃，我们不管他。他有吃肉，他没有吃叉烧，或者没有吃烧肉。去到那个地方一定要他吃，因为真的很特别的。也是很自己找吃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他卖叉烧肉，你不吃叉烧，你不吃，你就不知道有这样好吃的。对吧？啊，如果你自己来，你只是叫烧肉的，不会叫这个的。哇，刚才朋友带我去吃那个叉烧饭，真的是一流。刚刚烧出来的入口就可以撕咬了。真的是一流，好吃，老人家都可以吃。